天天一辆三轮车，老老一辆三轮车啊。哎呀，阿姨给，哎呀，阿姨给你这个发型时尚啊！下次我们就找阿姨给你啊。我也得看买三轮车的地方。我上次来问过这个三轮车，我就寻思，给俺爸买一个新三轮车得了。这就看不看，老爷，你得咨询咨询三轮车，买个三轮车吗？啊，我问了你一天4000来块钱，买一个吗？啊？我觉得俺家那个有点小了，买个稍微比俺家那个大。那我给这个做了，做什么大个皮？这啥新的就是好看哈，这一看增新的增光瓦亮的哈，这个。你要是拉活拉什么东西还不怎么这个东西哈，对，就是买一个安全，主要是说它那个速度高低能调安全，抗噪就行。这个比俺妈那个大点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感觉这个也还挺厚实的，这个是不是？前边怎么样，靠不靠的？不要快，走走。好，帮妈妈拿着。哎呀妈呀，真有劲儿，能蹦动了。哎呀，能帮妈妈拿快递了呢啊！加油，能上去吗？哎呀妈！小干活干的不错。哎呀，这忙活的。好，给大家看看你的雨伞来，给大家想买了一把雨伞啊，下雨的时候给大家想打。啊，走，哎，你鞋开了吗？好，走。妈妈，你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玉米。啊，大妈，叫姥姥好。看啊，这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，哎，这是快递呀，简直要疯了。一个礼盒哈，4袋卤牛肉，两袋牛肝哈。苏邦玲，你去买个三轮车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不要啊！你往听，一听是这个不要啊，就不是那么很确定的不要。啊，买个吧，都正好坐俺爸的车，拉去看看，正好就跟俺那小区门口买一个，俺就看看还行，就不知道你车行不行，叫你去走走看看。嗯，脏死了，你看。那个脏死点，那个比这个都粗，比那都粗。你给我去把你还那个钱拿出来。哎呀，不用啊，我给你交钱行了。本来俺也是寻思。那5000块钱不要，我得想扫给你又忘了。那5000块钱给你，俺本来寻思俺走的时候俺再给你5000块钱，这5000块钱俺就不给你了，俺就给你买个三轮车就行了。啊，买个三轮。给我车去好了。你我今年雨水不好哈，它长了那个什么，是不是有这地？你买以前那个虫了。妈妈也想吃。想吃，那你啃啃吧。那啃啃吃，啃啃看看能不能啃，能不能啃动？鱼要试试，咬。哎妈，能咬动吗？咬不动啊！新鲜的。哪吃呀？这个不能吃，这个辣。你们里头俩有？这辣。这是喂鸡，喂鸡喂鸭子。前面的怎么呢？好了，走了，跟老爷跟姥姥一切都。这三轮车5、6年了。嗯。这三轮车也行，我就叫他先别买，这不也能骑吗？领来了哈，叫俺妈亲自看看咱这个三轮车怎么样。看好这个了吧，这个三轮车。你喜欢哪样？蔫多能烂绳啊，真的。那为什么要蔫多？好看什么？其实这个你都理所，要是说咱不需要说这个地方绑个绳什么东西拔呀什么，就这个兜，就这个兜就挺理所的。这个兜天天一辆三轮车，姥姥一辆三轮车啊。就跟等老爷要有事情，老爷忙。哎呀，这个挺长的。不用撒，能撇它的干。
你叫阿姨好。阿姨好。哎呀，哎呀，阿姨给你大枣吃吗？要不要？要。谢谢阿姨。这拿不住呀，拿不了那么些呀。哎呀，妈妈帮你拿给了，谢谢姐啊。我们三个搁这坐坐哈，你那个阿姨给我们的大枣啊。三轮车正在安装那个地方啊。哥哥吃完再给哥哥一个，哥哥吃完哥哥不放上啊，哥哥搁这上光看看妹妹啊，你就不能说，我吃完了妹妹你再给我一个。这是别人的，对对，这是人家别人种的哈，不能吃这呀，你看结大枣了呢。妈妈，哎呦，有毒。有毒啊，对，不能摘，是人家别人种的啊。苹果树。嗯。看电视的苹果树的。看电视上，看电视上有很多苹果树啊。啊。哦，你还认识苹果树呢？啊。哦，你真棒。大虾，哎呦，阿姨给你烧烤个大虾啦！哎呀妈，逆天阿姨就说，回家再吃。哎呀，你好，今天可以上阿姨家去玩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没错。哎呀，那你看这小胖的。妈妈也。这是你粉丝给买的手推，哎，你粉丝买的这个手推车，把雨伞放下来，雨伞放下，好好整。这是你粉丝给买的，老子看了拿东西上楼，不是不方便吗？你就给买个小车邮过来。结果能上楼了。啊，上面放上东西是能往楼上拖。拖。哇，周围还挺好看的。嗯，挺好看的哈。就这么往上，往楼上搬东西。正好今天有快递，咱就把这个快递，啊，就这么弄这个东西贴上去。哎呀，你得拿回家吗？弄这个破塑料纸，你什么有灰？慢点。哎呀妈呀，吓死个人了。妈，那个车头盔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？红色还是蓝色还是黑色？哎，不要黑色，离得不明显。红色，就红色的吧。头盔啊，这家闺女不会弄吗？非得弄哈。这个3200块钱。哎呀，这个小车比较好开个嘛，这个哈。我买一个回来骑带俺闺女也行哈，就是我没有地方放，我没有车库。哎呀。这你这现在新的这小车真漂亮呀，看看。爸妈的头声就又响了，俺俩就俺俩的头声也挺响了，你说。不演了。扬了。这发型也响了，我这是。脸呢，这个脸都。我这是长两天了，俺妈这是刚理完，我前段时间刚理完，不也是这样的，头顶上往上边上那痒痒的，往上脸痒痒的。上。有蚊子，你说啊。往上，使劲，加油！加油！得上，使劲，哎，使劲，再往上，使劲，哎呦，再往上，哎呀，嗯，哈哈，哎，看看哈，这改变不了这个，都算这个刘海太短了哈，留个齐刘海不好，俺这头发又黄又软和，没法留，俺不想现在就留，俺想等稍微快上小学的时候再留吧。太软和了，这头发，你说打小辫儿。你这后边，我看看。阿姨看看啊。俺妈这理这头发，小雪和俺妈这发型一样，养小雪什么样的发型，你就什么样的发型嘛。厚重了，这边有点古板。嗯，是。啊，对。稍微打薄就 OK。理发后院，这是理发发型。嗯，阿姨给理这个发型时尚啊。下次我们就找阿姨给你啊，阿姨这手艺行啊。再看看，在后边，来低低头，低头，低一下头，看下边，低头。对，对，真棒。姐回来了，你搁这等吧，俺爸先把那些东西快递给我送到那个地方，俺爸再开下车来把你送家去，他自己再走回来，把三轮车赶回去吧。要不怎么弄？慢慢开不行吗？你可不去开吧，别开了，别得太大意。对，俺这个拖，你就搁这等吧。我让俺侄子帮我拍个视频哈，这个今天的这个什么爬楼神器拿回来了，我们正好是用了一下哈，里边装了好多的快递，就这么爬上来了。能看见姑姑吧？好，能。姑姑开始上楼了哈，能不能看见姑姑？能。啊。我一想姑姑走了。
个也是的。